好，同学们好啊，暑期马上就要到来了，现在基本上进入到倒计时了，7月8号咱们就要开始的新概念英语第一册全册精讲系统培训，全程由我真人直播讲咱们新概念英语第一册。要记清楚，是咱们的每一课都讲，咱不是只讲主课单课不讲副课，咱们是单双课都讲。同时针对于单双课，我还出了有练习，练习分成两种，一部分是针对于应试考试的，针对于每一课的练习，让学生们能考高分。还有另外一种练习，是针对于成年人为了听说的这样一个练习。但这两个模块针对于报名同学都是公开可以去做的，所以说只要你有时间和精力，你可以从理论方面在考试方面让你考高分，在听说的语言交流方面让你能够运用英语。新概念英语第一册同学们是英语口语为主的一本书，一共是144课，所包含的语法可以说是最核心最常用，在正常生活当中，在考试过程当中用的最为频率高的，所以说它是基础，就像盖房子一样，没有这个基础，这房子是不可能盖高的啊。好，并且咱们这次的课程同学们是54天，7月8号开始到8月30号，那么每天下午3点到4点半全程由我真人出镜直播，边回答同学们的问题，咱们边进行课程，课后有练习，练习还有评讲，最关键是全程的直播都有回放，同学们呢，你可以随后是吧，随时进行复习，好不好？好，咱们课程介绍到这儿啊，有问题的同学直接私聊我，加入咱们的课程，同学们再见。